啊，亚芳咧，你老婆对你等啊？车咧请烟啦，阿公哥看看去检查一下啦。啊，你老婆对去啦？啊，伊都叫我落车，我是要哪对去啦？啊，伊叫你落车，你落车，万一路你也想袂开，是变怎啦？你唔能够对条条唔得着。袂啦，伊出去洗洗，换一个心情，等下就转来啊啦。爱对家己查某囝有信心啦。较有信心是啥内容啦？迄唔多亚芳，我都接受咱是爸爸妈妈，唔才会用的，唔才有路用。你咪死也够害呢！我叫你甲最好调，你唔能甲最好调，你唔是车甲你塞倒转来，你把手机咪搁看伊甲车塞走，你咪死我做狗呢你啊！都甲你讲，一等下就转来啊，行来落雨，转来就会等啊。免啦，你不看即摆落雨，亚芳啊，转来先拉着，感冒是变怎？现在是怎样？亚芳现在不敢面对我，你会顾虑我的哦？没啦，亚芳等下就回来啦，回来就会等了不？啊，回来。哦，啊，出来那电，那雨伞才坐起，还夹了一支破雨伞，你实在有影是哦？亚芳等下就回来，你是在靠啥啦？今晚就来想讲，咱厝内底即摆经营都敢参与这个破雨伞，敢若有一个营地弄安尼破空去啊？安尼是要怎风票好啦？卖哭啦！等下夜班就回来啊啦！等下就好，等下就好。啊！卖过难过啊！虽然这支雨伞是破去啊，啊不过，你也一个人还够用的。亚芳，你当初心术，你当初的心术很不稳，真是的。注意呢吼，讲什么？做伙承受风雨啦吼，这才是一家人。啊，一家口安尼徛伫路中，啊，落雨啊，唔知影要避啦吼，啊，举一支破旗雨伞，但物啊，你感觉咱三个若是感冒去看医生，敢有拍折了？哼，袂啊，我拄只感觉迄个气氛安尼足好诶，谈一下好闹算啥？哦，安尼那会不会继续谈？啊，带阮回来嘞。啊，恁都要回来，我讲遐讲，啊，找人常常要安尼好压哦。我那么他个歹讲，对不？我要谈哦，嘛回来找强家小水嘛较舒适。啊，对了，亚芳，你吼赶紧去强家小水，也无你会感冒嘞。啊，爸先去洗啦。咱家的查某囡仔身体都袂歹，就是爸身体上歹，常常咧感冒。王家公妈在上。亚芳的新闻哦，这比比暗坎过了十年啊，今仔钟声公已经讲破啊。爱当村要甲抱转来哦，啊，唔知伊是富贵人家的查某囝，咱当初的嘛是当互伊平安啊健康，我起码亚芳知影家己的新闻啊，伊唔老讲无去韩文。我坚信要跟我们做伙，请你一定要保庇，
就算拜过祖阿公妈，你莫甲伊当作是王家的人。亚芳哦，拄好度过这个一劫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嘛唔知影。啊，不过请恁公妈都爱保庇平安无代志，希望伊未来的路，拢我都照正面的方向去行。拄到种种的代志，拢我都甲保庇。啊，搁有人生啊，拄到困顿的时阵，你会当赐予伊智慧，会当好好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万事拜托。爸，你最后甲公妈讲的意思是爱我放下对祖家的无爱，你叫小我听无？我甲你商量都无好啊，就讲得拜托公妈，你若是听有哦，安尼是上好的啦。听有是听有，上重要的是爱想会通。哦，啊，若是想会通啊，你就知影讲哦。这个心事，我们呢不是束缚，是解脱。我不是爸的亲生仔，这种话我哪会敢讲？那我就是你，你敢讲？他做讲爸听我，亲像听你安尼反说我干哦。你骗爸讲游记是伫管，啊结果爸知影了，敢有甲你计较呢？这个表示爸真要紧你，我迄人是算啥？有爸的缘较重要。但你今摆讲这哦，拢无效啊！我爸知影讲哦，王阿芳是伊的查某囝，一定会感觉哦，伊对王阿芳足亏欠。一定替王阿芳哦，来找我算账。你是无一定嘛，伯伯是查囡啊，嘛有分较亲的，较无亲。即马表面上是安尼说，但不过真正算啊，即马才开始。所以你一定爱入去，你爱甲爸叔妹妹甲甲咧疏远啊。哥，你听下我一遍。好的，做你做事，我得加一遍。我今嘛不是在跟你讲生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爸哦，真有可能哦，是软心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有可能叫王亚芳回来跟刀，还是讲搞什么资源，还是资产来博好伊。反正不管多一种，对咱两个人拢只有歹无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咬我一边。啊，我咧到时哦，就跟他等着王亚芳的开，甚至让人豁出去做去吃。知啦知啦，你讲的其实我拢想过啊。啊，即摆会当入去无？哥，你一定要替我甲爸讲好话哦。嗯？好紧，我当时无讲好话过啊。爸，我是一个查甫囝，我错唔着代志啊，我互你嘛，互伊个少风拍，我甘愿，我嘛会当承受。啊，毋过风啊！是一个查囡啊！即摆若有人要找算账，伊恐惊就无亲像我遮坚强。敢做来敢担当，这家己应该知影。是啦，啊，不过情形无同款啊。伊较早哦，靠势有力哦，遮尔挺伊，那所以哦，人小志气高啊，不管行到都讲话拢就红声的。啊，即摆形势逼空啊嘛，雄雄失去你这靠山，伊当然足惊起来。啊！那即摆哦，阁有人招团要对付哟，要紧啊！伊绝对予人剥到转去个小人国。爸，啊你拢袂烦恼风啊？啊，家己个查某囝我都袂烦恼个。安尼就对啊。风啊，你来哦！
爸。不准你来啊！你两兄弟到这边还在补习出来，拢唔知通反省。有啦有啦，有咧反省啦。妈，我拄仔转来时，看到风阿婷门口口安尼行来，搁行去，啊，想要饲电铃，搁唔敢饲的，这就表示你反省了嘛。都错是，所以我就入来先试探看卖你的态度。是你来讲的哦，你讲你会烦恼伊啊，我就唔是我赶紧叫伊入来，你无看到人，你更加烦恼。爸，你都是因为我阿芳对无？你知影伊是你的仔，所以你即摆外头要替伊掏空头，要替伊做是无？你家己做唔着代志，搁敢来甲我讲话？因为我想无啊，不过以前我是安怎糟蹋伊。你拢徛在我这边啊！啊，不过今嘛，你知影伊是你的仔仔，我唔是。你今嘛就敢是我要求我，你今嘛有安尼态度的准备，敢不是因为王亚芳？红啊，莫用这款态度甲爸讲话，咱莫搁讲啊！我今嘛就是要听爸讲，我甲爸几十年的感情，是不是因为黑人，其他啥都无啊？你有答应给我，讲袂过有意三做，我选择相信你。我想讲生日过了后，我日子就过得真轻盈。结果你骗再骗，我是气死啦！无唔对，是我甲你生啊无法无天，我嘛真想要好好教育你，俺阁袂赴啊。天公伯竟然发两个查某囝在互相伤害。让我知道我这个做爸爸的人教育我失败。阿宏，你敢知道爸的心里有多后悔？爸，我知道我不对啊，我让你失望啊，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做你的女儿好不好？哪天阿伯你讲三是三，我拢听你的，安尼好不好？代志敢安尼就当解决？无爸，你今仔在啥物意思？公公，你要害王亚芳那领做鬼宗，跟咱做伙死走？我嘛想要安尼做，韩国亚芳伊绝对袂接受。你个温暖一天若无解决，伊绝对无可能让我做爸爸。爸，你告诉我安尼做，你即马连王亚芳回来，你只是糟蹋你家己尔嘛？你想看卖，咱兄弟姊妹有遮尔济着，你敢有差一个人甲你友好？无归去，咱就维持即马的状况啊！你就让伊继续伫营业场做营业成绩吗？好家己查某囝等下连做归宗，那是人的天性，我无可能当作无这件代志。阿宏，你虽然不是爸亲生的，我同款的把你当作是查某囝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得到亚芳的原谅。我现在去找伊，伊就等来糟蹋我，我去就是找死，我不可能让伊打头的。做唔对，不然讲下死的，无你放我乱笑。爸，我讲一句公道话。红啊，即卖有心肝，你应该甲讲哦。你为着要认王亚芳，所以爱伊人花，伊无愿意正常的呢。我甲红当作查某囝，伊嘛就要体谅我这做爸爸的心情。罗生讲伊搁较唔情愿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爸爸的心愿，伊搁安怎头顶咪爱讲现实的？咱大拢退一步，让这个代志搁较圆满解决，那唔真好？爸讲的嘛真有道理，你顺爸意啦。我无爱，是爸，爸伊家己讲的，伊甲我性格无法无天的。我要对付王亚芳，我做唔到代志，敢讲爸伊无责任啊？